2020新加坡英女王杯正式开跑了。在前面呢，先带出来的马匹包括了老实人以及这个，看起来应该是克林呢，这个太阳元帅啊，在旁边的位置还有这个部长啊，果然也去抢领放了。啊，部长的内侧的位置呢，则有精英非凡跟得非常的舒服，三匹马在前面，在他们身后的内侧呢，则有明星杰克，外侧的位置呢是老实人，再后面是黄金出击，今天走位也比较靠前的，一个多马位以后呢才是国王路易啊，再一个马位以后呢，内侧的位置呢是由12号的鲁豫地虎啊，外侧的位置呢则有这个克林，克林的身后呢是，快意恩仇，再后面的幼保佑啊，在他身后内侧的位置呢，则有这个别出心裁，那以及另外一匹呢，应该是这个天蓝色彩衣的是圣骑士了，这是留在队尾的马匹啊。现在在前面领放的马匹呢，仍然是由这个精英非凡在领啊，旁边的位置呢有这个部长，两匹马在你追我赶，那后面外侧还加入一匹呢，就是老实人了。那在后面赶上来已经提前加速的就是黄金出击，以及克林，这些马匹已经开始提前加速了。最外栏的位置呢，天蓝色彩衣的圣骑士呢，现在才赶上来啊。那幸好呢，他是没有受阻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屠城看他够不够追得上了，还是有走势的。在前面呢，现在部长仍然在领啊，内侧的位置呢，在旁边还有这个老实人，更外栏的位置就是黄金出击，还有后面的克林呢，更大外栏的位置幼保佑以及圣骑士都已经开始出边了。那在前面呢，部长还在顶啊，外侧的位置呢，克林也走得接近了。不过呢，圣骑士走势真的不错啊，圣骑士追上来了，圣骑士超越了里面的两匹马，圣骑士率先通过终点。好，第二的就是部长，然后是克林，再来呢是幼保佑，跟着后面黄金出击以及闯将，再来是快意恩仇，国王路易，再后面是太阳元帅老实人，闯将别出心裁，以及最后一匹明星杰克。哇，等了一整天呢，总算是